粉粉们，昨天骡子哥哥不是评估了一下他的蛋仔账号吗？结果评估出来的价格很不符他内心的预期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我以后再也不往游戏里充一分钱了，8000多的氪条居然只值3000块。哎，你不是渠道服只值2000多吗？哎呀，好了，别伤心了。你听我跟你讲，你找的那个人一看就不专业，我来帮你重新估值一下。真假的？你还会估值账号？想不到吧，哥什么不会呀？来，你下线，我帮你好好估一估你账号。没想到啊，你还会这？那行吧，你来看。好，那么好，首先第一步我们要看的是个人主页，对吧？咱先来看看你这个 ID 吧，愤怒的骡子。说实话，有点难听，先减50吧。你能不能行了？还没估呢，先给我扣50是吧？哈哈，好好好，我开玩笑呢，重新来哦。好好，再扣不让你看了啊。这样吧，我们省略掉主页，直接从皮肤开始估值吧。让我看看你大号的皮肤，你来讲皮肤名字，我来帮你报价。行，没问题。第一个至臻皮肤，天穹大骑士一个。天穹大骑士当800大洋。哎，不是，高了点吧？人家现在送一个天穹骑士也才600大洋。你别管，我估价，价格当然是我来定呀。好，那么好，你就定吧，一定一个我不吱声。你就听就完了，保种比你找的那个人给你估的高。嗯，我看看，还有白皇后，这抽出来不得一个648，给你算600。哟，这还俩小骑士呢，也给你算俩648。哎，你听，就刚刚估的这四款皮肤，已经比昨天那个人给我估的高了。我知道啊。你知道你还这样估，你这瞎估啊。你的意思是我估的不准，你不想让我估是吧？没有，怎么会，你继续估，我就觉得你估的没错。好，那我接着估啦。院长魅影648，精灵55648，隐藏露西888，还有联动皮肤红小豆、巴扎黑、水波蛋，通通一个算200大洋。一个字，绝。Much later. 呵呵，终于算完了，你的账号最终我估算的价格是10000大洋。啊？怎么还能比我充的还高呢？不知道啊，反正全部的皮肤加起来就算了9530多，4舍5入不就是10000大洋？好，你不仅会估号，你还会4舍5入，算你厉害。哈哈，那这次的估号你满意吗？满意的话记得给我5星好评哦。满意，当然满意了。那既然你估算下来是这么多的话，我便宜点，5000大洋卖给你，怎么样？做梦呢，搁这儿。